老板，我算一下，没有多少钱？15，连他一起给了吧？他这啊，多钱？10，好吧。谢谢啊，谢谢哥。哎，不用，没事没事，谁没有遇见点事儿啊？那我微信转给你们，你加我个微信。你这手机都没电了，那咋加呀？哎，老板，你这有笔吗？有。老板，那你这有纸吗？上哪儿给你整纸去啊？对小姑娘客气点儿。写哪儿呢？没事，我走了。哥，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。哎呀，真不用，真不用。留一个吧。你现在咋留啊？你手机都没有电。你写这儿吧。行。拜拜了，哥。哎，你等会儿。你这手机没电，你咋回去啊？你不行，上去充会电再走啊！我就住上面。好啊。遇见了一个手机没电的小姐姐，于是就带她去我家充电。哥，你家有拖鞋吗？我这一个男的住，也没有女的拖鞋啊。那个。那我就光脚吧。啊。啊，你的猫好可爱呀。嗯。你也喜欢猫啊？嗯。就是我家里一直都不让我养。给我家沙发脑袋都成流苏了都。那啥，我给你找充电器。嗯，你先坐啊。好好好。你喝点水吗你？啊，不喝了，不喝了。嗯。那个，看会电视啊。啊，不用了。听会歌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有点累了。啊，那你回去睡觉吧。啊，不是要撵你走的意思。哎，你家两个卧室啊？啊，两个卧室。啊，两个卧室真好。嗯。啊，你睡这屋吗？对，睡这屋。哦，那个房间。猫总搁那屋睡。啊，我可喜欢猫了。啊。嗯。那带第一次见面的小姐姐回家充电，发现她对我家猫特别感兴趣。怎么了？没事啊，就是看看你还不睡呀？啊，我看完就睡了。那我先睡了。晚安。晚安。睡了吗？没有呢。我能进来吗？嗯，可以呀。怎么了？整点吗？嗯，好啊。啊，那我们吃什么呀？我给你做点吧。你会做吗？我可以的。你别了，你大老爷们的，我去做吧。哎。吃啊。你家冰箱里都是这东西啊？那个，这就是我有个哥们儿吧，他平时就是喜欢吃这些东西。对，就是我哥们儿爱吃这些东西。嗯，快吃吧，吃吧。这就是我的生活。没想到这个喜欢猫的女人给我做了一桌这么丰盛的硬菜。你家为什么有女生的衣服？你再吐一件都没有了。你来继续喝。就真喝不动了，别喝了。就这一瓶你倒量了？我整没去了。那我们继续玩，谁偷剪刀？你输了。这个衣服是谁的？你家为什么有两个牙刷？你用两个牙刷刷牙呀？我不知道啊。你是不是玩游戏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你喝。我赔一个。
石头剪刀布，你又输了。你给他打电话。谁给谁打？这个衣服是谁的，你就给谁打。打不了，我自己喝一个。又玩不起。再来，石头剪刀布。靠！你给我买根雪糕，我想吃雪糕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大半夜我上哪给你买雪糕去啊？我不管，我想吃雪糕。嗯，行，你等着啊。哎，哎，怎么？哎呀，你咋又来了？我弟喝多了，放你这一会儿。不是，等会儿跟谁喝的？我呀，搭把手啊。他这能舒服吗？不重要，他能挺住。那你走吧。我不走。你不走，你留着干啥呀？我得留下照顾他呀。不用，我照顾他就行。你这是什么节目啊？好看吗？啊，你家怎么老有静电呢？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呢？丝袜也脱了。老师。你洗完澡啊？那我也停，不用，我有招。这回没事了。哎，你弟呢？走了。走了？酒醒了就走了。那你还在这儿干啥呀？我也喝多了。你别跟我装啊！上回你跟我采香喝，你都没有事儿。我铁链子过敏。别发呆，看我造型谁？哎，我不信，你天天一个屁拔光，我咋信呢？我真是老师。你有一点为人师表的样吗？我是教美术的。哎呦，能不能别误人子弟？哼！你瞅啥呢？我突然有个想法。哎，等会儿不用想，没法。你说白色和什么颜色结合最自然最好看呢？黑色啊。对呀。然后呢？你这又是什么节目啊？感受大自然的，你给我拍个慢动作啊。咋样？不咋样。我说看着咋样？看着挺动脚。你啥也不懂。咋了？脚臭劲儿。哎，该。别发呆，看我造型谁。